没错，可以看到那个汁都从前面流出来了。现在丢的是苹果，对，苹果。好，其实分量差不多这样，可以看到，锵锵，浓浓一杯蔬果汁。然后像这样子一杯啊，你把这种我们平常常用的干燥式的面膜或紧膜一整颗丢下去，让它吸收我们里面的这个果汁蔬果汁，你可以看到它慢慢的在变大，有膨胀，对，膨胀了之后呢，把它拿出来之后，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敷在你的脖子上面。然后重点是说啊，你觉得它虽然好像非常的天然，可能不用洗掉，但你注意在你敷了15分钟之后，还是要用清水把它洗干净，嗯，对，这样子会比较好，嗯，所以就非常简单 DIY 的蔬果紧膜，耶，榨取黄瓜、番茄、苹果这些新鲜水果的原汁，让颈部皮肤喝一个饱。这些简单的小秘方在家里做起来是相当的方便，不妨现在就动手试试，让自己拥有水水嫩嫩的美景吧。然后再教给大家一个美白的面膜，就是用我们的香蕉来做的。香蕉可以做面膜？可以。给我一个碗。香蕉做的，哦，对，我以前也用过香蕉做面膜。这切片呢？请问一下，那个香蕉做面膜，请问一下，那个香蕉是有什么样的维生素？香蕉的话，其实它能够补充我们一些不一样的，像一些身体里面所需要的一些，可以帮助，可以像促进那个蠕动，就是肠胃的一种蠕动的一个纤维，嗯，其实香蕉面膜非常的简单，只要你如果你心情不好想发泄，或者是在想心里边咒骂你敌人的名字之后，就使劲把它捏碎就可以了。我觉得你感觉是那种巫毒教派来教我们然后我拔你要把它就是要捏得比较碎，或者用一些器具像这种勺子之类的，因为碾碎之后啊，分子啊就比较容易吸收，基本上要给它碾得很碎很碎之后，然后再加入牛奶或者是酸奶都可以，嗯，所以大家可以看现在这种状态就是非常的粘稠的，你就可以敷在你的脖子上或者脸上，嗯，DIY 紧膜实用又实惠，让美美的颈部又有了更多护理的选择，还等什么呢？从现在开始呵护我们的第二张脸吧，让讨厌的颈纹从此远离我们。哦，我觉得其实非常非常好玩，自己有时候呢就不只是帮自己敷，身边的好姐妹，或者是有时候啊母亲节啊父亲节，嗯，可以帮就是爸爸妈妈啊做 DIY 的面膜，嗯，对，又新又省钱，对啊，那今天也要谢谢我们这个颈部非常漂亮的美丽老师带来了这么多好的产品，谢谢老师，谢谢，希望大家都非常漂亮的第二张脸哦，下一次再见，拜拜。